第31题，有一杯 30% 糖水溶液100公克，加入50公克的水后，重量百分浓度变成多少？老师解决稀释的题目的时候说，找到不变，找到相等，糖水加水，糖不会变，也就是说我们稀释前的糖会等于稀释后的糖，稀释前溶质等于稀释后溶质。我们晓得溶质的质量就是溶液的质量去乘以我们的百分浓度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原来有100公克 30%， 然后呢稀释以后有100，再加上50公克这么多的溶液，再乘以我们的不知道我们的浓度有多少，所以这边有 30， 这里有150加乘以 x 等于150/30，也就是 0.2%。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重量百分浓度变为多少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 20%。